十全五谷鸡豪华登场，年近半百和妙龄女子两组大玩娃娃机，洪都拉斯却呛到不行。金酱爆嫩鸡，它会切得很细，有没有？像鸡柳条。金酱就要进来煎。来了，夹娃娃，好想吃哦。来了，夹娃娃，咬肉，咬头，爆。来，我赢了。哎，你屁呀、啊！你不能出两个，然后决定快点。对啊，对，我选熊。我接了，接了，接了。军投钱喽。觉得有机会，哎，不错，天下乌柴一样补，乌豆、黑米、黑枣放进来，这个从来没看过哎，黑到底了。是什么？海参啊！哎呦，想吃，哇，嫩 Q 嫩 Q 啊！没吃到这个会恨死。兔兔，我不要，我夹到兔兔了，我要夹夹这个小呱呱。不能再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再过来，确定吗？下下下。可以了，我们来补一下。你们的鸡鸡，我们喝鸡汤。哇，这个汤，阿弟弟你好棒哦！我怎么会跟一个？哇，我精神变好好，已经凉了半截哦。奇怪，这喝下去怎么会胡说八道？哇嘞，超雷队友洪都拉斯会让乘客一路输得惨兮兮吗？你正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我。感谢您正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的五星级料理。百年朝贡，事实上也叫做百岁朝贡。是的。今天有两个百岁的男人加起来。真的耶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位好口福的朋友，要给我们尝尝那百年朝贡的盛品。看到后面没有？十全乌骨鸡啊。吃了，我们俩就会变成十全老人了。来，我们欢迎这两位，洪都拉斯，谢谢您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。哇，两位好。哎呀，你在那个白光后面，整个人狂个青春素。是啊，我就觉得这样子比较机械感。你们俩现在一百岁，不是你不？你为什么不讲一个成熟稳重组？不，他叫你们讲的不一定是你一定要讲的，制作单位有他们的想法，那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他讲的都夸张啊，我们叫年近半百组。对啊，他们叫妙龄女子组。妙龄哪里？我们是啊，合理啊。你长得跟妙柱一样。哪里是妙柱啊？哪里妙龄？我们俩是一伙，我们是生命共同体。哎，太好了，这两个小女生啊。臭娃儿？什么臭娃儿？乳臭未干的家伙！一定把你们弄掉。今天，因为今天的奖品还不错，是啊，一袋一面一酱的，我们今天都有，好棒哦！而且玩的就是娃娃机，我太厉害了。我们玩娃娃机的时候，你们就不是个娃娃，我告诉你。马上进行我们的超市宴客菜，看那乌骨鸡怎么做来。你知道十全五鸡有什么特征吗？什么特征呢？当然乌骨、乌皮、乌肉就不要说了，是皮肤一定是黑的。竟然有一个玫瑰冠呢，玫瑰冠哦，是吗？我看到玫瑰花的样子，有没有？哦，有点像花瓣的感觉，像花瓣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丝的羽毛，蓝的耳朵，蓝的耳朵，像凤一样的头啊，像凤，对，有点像凤。虽然没有人看过凤本人啊，脚有毛，然后它会有长胡子，然后爪听说是五爪哎。吴秉承师傅，哎，是的，马上带来是超省时的宴客菜，这一整只鸡，五分钟做成一道菜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鸡胸肉而已，太夸张了，夸张了，就是鸡胸肉，我们用它的肉，五分钟做出来。吓死人了，有开始有点心虚的感觉了。我们带来的菜名叫做金酱爆嫩鸡，妹叫嫩妹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嫩嫩这个字就是大家喜欢的，台湾人普遍喜欢这样的口感，好不好？好。金酱爆嫩鸡，五分钟，计时开始。那个鸡皮啊，没有，这鸡胸肉，乌骨鸡其实它的肉质会比较 Q 弹一点。如果说坐月子，真的要用乌骨鸡，很适合。就是加了酱油，还有米酒、米酒、糖、胡椒粉。对，要几度啊？有，我可能在160左右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大概过个160-152了。对，因为其实乌骨鸡第一个你要让它有嫩度来讲，全蛋液，全蛋液就加了1/3的全蛋液。哎，先生，刚才那是拌面粉的，太白粉，太白粉，它是太白粉，大量的香油进来，大量的香油，为什么香油？来，香气会比较足一点。它现在看起来很 juicy 哎，温度到了，相信我。
把肉不会连在一起。时间过了两分钟，所以刚刚你要掰一点油进来。哦，下油。对对对，我就说，有时候人家要切得很细，有没有？像鸡柳条。对对对，这一下去马上这样就已经六七分熟了。对，然后你放在旁边，它会慢慢再熟，它会继续受热。你要用香油去炒它。金酱爆，金酱爆嫩鸡啊，对，最嫩啊，这个嫩，它掌握它的嫩度了。蒜头这时候进来，好，金酱就要进来煸。哦，先一半。这金酱可以自己做，对不对？金酱其实难呐，难啊，它有很多的内容物吗？对，它还在腌制，还要腌制啊，油香味出来了，它加酱油，酱油进来。胡椒粉，胡椒粉这么重要？这个酱感觉好开胃哦。米酒，哇，来糖，我还要加糖啊？加好多啊！一大汤匙的糖啊，好香哎！刚才那六分熟的鸡，有没有？它放在一下就捞起来了。哇，更开心！刚才油这么烫，它一下就八分熟。这边有烫过的那鱼芽，哦，鱼芽，烫过水的，烫过水的。这什么？辣椒丝啊，葱段哦，葱丝，其他是放在上面。辣椒丝、葱丝，很像那种金酱就会有黄瓜丝的感觉。对对，哎，再放香油，香油，好了，也好了，爆嫩鸡耶哦，哇哦哦，好想吃啊，哦，好香哦，哦，金酱的味道好，小黄瓜帮你解腻，好明显，哇，哦，葱段。这个好快，哦，厉害！他就要把整个堆得跟宝塔一样。哦，你看有绿有红，完成完成完成了！哇，四分多钟而已。要沾甜辣酱吗？我们准备跪住各位。型男娃娃机游戏说明：两组对战，一组三枚铜板，投下铜板后限时15秒，猜拳赢家先夹，夹出最多玩偶者即获得试吃权，而输家惩罚喝鸡精，吃到最多的队伍获得团体奖。现在这个我们不好赢，让年轻人一队只有三枚的机会，一次一枚嘛，来三次机会，看谁多。猜拳，我猜啊。对，剪刀石头布，摇头，摇头布。来，我赢了。哎，你不要，你刚才乱讲，乱讲，乱讲，我说不要，这样我都可以，这样可以这样哦。对啊，你不能出两个，然后决定快点。你以为是吗？我讲的。我有分出来，哎，你们怎么那么在意输赢啊？你们都半百了，你们都半百了。是什么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怕人家，你以为人家看不出来你半百？不要太阿威了。我们要有长者的风范。我没有了，而且的确，我就赢啊，我赢哎。没有说出以后他这没有说出完他决定派哪个出去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就是呢，对啊。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再猜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准备，好，真手绑起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你看，耶，耶，输了还讲这么大声，你们先，你们先，我是猪哎，还是夹葡萄，夹夹看，夹看，猪还真的蛮好夹，我想夹猪，猪应该 OK 啦，猪的，他们要夹猪啦，他夹茄子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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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啦，这里啦，我也觉得，金牛座怎么那么固执啊？你为什么会觉得这边夹得到猪？猪啊，辣椒多按一次，他只按一次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多按几次的问题。辣椒，他没有多按几次。夹到一个就赢了，夹到一个，辣椒，辣椒，辣椒，不是夹，不是夹辣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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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一并轨的乌啊！再带点，我需要熊姐。你夹你的，我来动，我来动，我来动，夹了，夹了，夹了，军头钱喽。觉得有机会，哎，错按掉了，乱按，不，喊呀喊喊喊，怎么办？哇，还有一次对不对？还有一次，我跟你讲，红色大辣椒，对，要这样，要这样才有，在右边，右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一点，对，要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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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啊，猪啦，猪。老板会亏死哦，这个老板这么好夹，葡萄葡萄葡萄，有有有有有有吗？有，有了有了有了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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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PK 猜拳吗 ？PK 呢？你要夹吗？我跟你夹，那样会，我来帮你拿。谁先夹到谁就赢了。是不是葡萄啊？你这样子，啾，再去抓，然后葡萄，这样啾啾啾，这样子，对。是你夹龙虾啦？不要啦！葡萄啦！怎么会夹葡萄呢？葡萄，我们喜欢一定是葡萄。这里吧。哎，时间到了啦！
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了有。啊！哎呀，夹玉米啊，夹夹龙虾，夹玉米啦。今天时间要到，要可以没完了。没有没有，再加两个。哇哦哦哦！哇！加两个，加娃娃达人呢？哇！哇，超厉害的。好厉害！红色的都夹起来。哎，你看，今天我姓红，你看，有一天我也红了。哎，来，这次先吃，先吃，太好了。啊，好可惜。我们看这嫩鸡有多嫩，好不好？我们还要喝鸡啊！这个鸡精，这鸡翅过得已经很饿，这太大杯了吧？而且还冷冷的。这能不能加一点蜂蜜啊？还要蜂蜜的？再帮我加热吗？很热哎，很恶心哎，而且好大杯哦。因为它稀释过了。你就想要是营养的东西就好了。嗯，它加豆芽菜整个味道。它就有金酱肉丝。所以没有吃过金酱乌骨鸡肉丝，乌骨鸡，乌骨鸡丝，啊，鸡肉好了，好嫩，我被呛到。哎，谢谢，我们吃完你没有吃完就再一杯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没说啊。你看你这样，你刚刚哇，哇，好好吃哦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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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。好的，我们有请阿基师跟詹姆士为我们介绍不一样的乌骨鸡的做法。你在做晚课哦？你在做什么？这是切什么？马铃薯丝。用乌骨鸡做的菜名叫什么？乌鸡三味。我会把乌骨鸡的腿拿起来下去烤，把它的其他的肉做成鸡肉丸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个是1000cc 的滚水，这是300cc 的冷水，把它放进来。活的。把它关起来，卷蛋，卷蛋，这是乌骨鸡蛋，乌骨鸡的蛋，对对对，它蛋是白色的耶，身上有一点点的灰，要先把肉取下来。你说鸡腿是炸的，鸡腿没有下去烤，鸡腿是烤的，对，我们就简简单单。你的温泉蛋要泡多久？7分半。是所有的温泉蛋都是7分半吗？差不多，因为有三颗，我有三颗。哦，你的计时，5颗蛋就不是7分半。对，哦是哦，因为蛋本身有温度嘛。所以你进去的蛋越多的话，它的时间要拉长，大概是一颗，大概差个大概30秒左右。来，麻烦你。那去哪里？那边。你猜。好。你先回去好了。你可以在这边开吗？那边有镜头。这样直接放进去啊？你可以间接的放啊。你态度不能好一点吗？对呀、啊。心情不好吗？好，我们要看阿基师要做什么了。这边请。哎呀，好开心的一道菜。阿基师，哎，两位好。乌骨鸡今天带来的五星级菜名叫什么？天下乌柴一样糊。都是黑的吗？对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乌骨鸡、黑米、都黑的、黑豆、黑豆、黑香菇、黑香菇、黑枣、黑枣。黑酱油，黑的鲜草汁啊，鲜草汁啊，对，然后黑的芝麻酱，哇，好芝麻酱，黑的松露，黑的乌参，哇，乌参哦，这个从来没看过哎，是啊，只有新来主厨才有啊，黑到底了，黑到底，乌参跟海参，那这个怎么弄了？我等一下会把整个肉剔下来，哦，直接把这些料拿来炖鸡骨头、鸡架子。炖鸡汤，把汤底的抓好了以后，这些肉呢，我拉大薄片，就是混合黑松露酱还有芝麻酱呢，我去蒸它个3分钟，然后把汤拿起来，就把这个肉直接往上拨就好了。哦，哇，肉非常细腻，我用低温去蒸它，把它蒸熟的。好了，请看示范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来鸡肉呢，啊，整个就大切，啊，把整个肉呢先剔出来啊。哦，其实我们这一般的人在家里很难处理这只鸡，有没有这样的刀法的话？就要对它的认识，你要对它认识。这样半边就下来了啊！对啊，它对于食材的纹理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要知道这整只鸡的结构。通常跟着这些关节在走的时候呢，你本身肉卸下来了，它是很干净的啊。这个鸡架子放进来，放进来以后呢，来，我们现在这边就乌豆。
当然这些东西都要前一天就要先泡水。要泡过水。要先泡水。没有一个预热熟的哈，没有一个。没有。那这个是黑米啊。黑米也是要泡水。那这个有一点像韩国的那个人参鸡、糯米鸡一样的道理了。这个非常补啊。那这个香菇也是黑的，直接就放进来。一朵一朵的。啊，整朵整朵啊。还有香菇水。那么香菇水，这个黑枣啊。这么多，算十颗左右。对。先炒。这个是乌参啊。对。这个鸡肉炖出来本身的胶质有限，那我这个鸡骨架汤最少要炖3个小时。哇，这么高。那么3个小时以后，其实已经肉眼找不到这个固体的存在了。可是它融到里头的胶质嘞，好厉害的吞进去。对。这道很补哎。无形的营养品就在里面，看不到。对呀，对呀。那通常，我们高档那个广东菜在里头的话，会放那个鲟龙鱼的鱼肚，叫花椒。那我们今天这边没有，我们就用乌参也 OK 的，放进来啊。那我嘴巴讲3小时，但是各位贵宾啊，您别担心，我有前处理都先弄好的。对。这是整个胸肉一小片而已，所以你想想，我把胸肉给放进来以后，它的味道呢会多鲜，就在这儿了啊。鸡爪子，那么现在把这里头这个鸡腿骨了，这边把它弄掉啊，取出来。这个干干净净。好，骨架子全部都放到里面去了。除了掌控好的汤，那么决定性的一个骨头的鲜味让各位品尝以外，当你要吃肉的时候，上面是只有极低温蒸3分钟的黑松露的这些乌骨肉放在上面，就这样铺成的。那待会用什么水在里面？是就是仙草汁吗？就是没有仙草汁不可以那么早下。哦，还不到时候。因为仙草汁你下的太早的时候了，它仙草的香味会被拉淡的。会被拉淡，所以我下的时候呢，1/10的自来高汤会进来，那1/10就是仙草汁。等到我们要吃的时候呢，你再直接倒进来就可以了，味道就不会跑掉。对，味道就不会跑掉。哎，是你有。二厨你知道啊，你有二厨，我等一下有跟这个完全帮不上，没有，我还有更难的动作要请他搞，每次都这个简单的我来就好了。还有更难的什么动作呢？啊，修桌子啦，修桌子啊，他倒仙草汁，关火啊，倒水啊，哦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么鸡肉一片一片呢，我都把它交代得很清楚。那这个完了以后呢，来，现在最难的就把这一桶水倒到这边来。超难的，你要拿我。那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把它倒进来？感恩的心情啊。感恩啊。感恩啊。我情书啊，饮书啊，就几面行啊。小莫先生，听到啦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就这样一锅哈。好难哦。那给我3个小时。3个小时以后，我端出一锅黑七八乌的汤给各位试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们先吃，再不吃，来，有试吃，再不吃试吃，再不吃，我们要试吃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是乌骨鸡的鸡胸，鸡胸跟它的小里脊。你要把它用成丸子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手，刚刚有个裂开的，没有很漂亮，先给你吃。没有很漂亮，先给你吃，很漂亮。酱有味道吗？没有，还要调。酱油、味淋、清酒吗？各一。那是什么？柴鱼昆布汤。这样子然后撒薯条，薯条要调味，就有一点盐巴，一点黑胡椒。来来了，夹娃娃。夹鱼薯薯厉害，夹鱼。剪拳，剪石头布，然后说布。哎，我们赢了。你要夹哪？你要夹，你要夹它。好啊。小鸡鸡、西瓜或龙虾。小鸡鸡谁？西瓜很大。小鸡鸡它。西瓜会被卡住的。15秒哦。往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过去点，过去点。对，好，漂亮，有了啦，有了啦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夹龙虾呀？不行啦，可以。你夹龙虾被笑。把你卖光尾啦。乖乖乖。这里是不是对还不错？看一下，夹住它。来，三分零一，没有，哎，上次没有吧？哎，他掉出来了，哎，没有风度，哎，你把龙虾丢掉了，上了玻璃架，要进洞，这里如果有玻璃的话，弹块是会掉进去，就是合理，
所以，那我们先把玻璃装回来啊。对啊。哎呀，有游戏规则好不好？好不容易。够了没有？再来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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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点。好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 ，Come on。好，好，对。好强哦！我推杆比你好，真的好厉害，真的好厉害。想看搓搓，哇，真的刮目相看嘞！快，这样子。哎，那个走斜的。这样，去一点这里吧。这样。好啊，你这样可能会夹到盒子。剩两秒，剩两秒，夹身体，快点夹住它，托托，托托，托托耶！我夹到托托了，好幼稚。我要第三棒。哎呀，怎么夹到这个？但你不要夹到。还讲叠字哎，我要夹夹这个小呱呱。你不要学人家，都快吐了。这样。哎，那只在葡萄吗？嗯，只在葡萄吗？对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点。还要再过来，不行了，卡到那个这个。哎呦啊啊啊啊啊！那个甩得太厉害了啦！哎呀，老板多了一个大象，那你夹我夹大象，大象。葡萄太难夹了，葡萄太难夹。你帮我看一下那边对线，过去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吗？夹夹。糟糕糟糕，完了。有了吧？有了有了啦！耶！夹出去！耶！终于轮到我们了。好细哦，好淡的酱味哦。一口吞下去，一口直接吃，对，用喝的不要用捞的，用更吞的来一口吞下去。对对对对，满嘴的蛋味，就这样吃。哇，哇，好脆！加薯条吗？嗯，有，很脆，好吃，好吃哎，好喝吗？终于换我精神变好好，是不是很恶心？好滑顺的蛋，因为我们男孩子比较喜欢这个味道。那你们多喝一点哦。这跟男人什么关系？因为男孩子喜欢这个，男孩子比较阳刚嘛。阳刚喜欢这个味道，喝套给自己的基金。奇怪，这喝下去怎么会胡说八道？到底加了什么？这怎么会？你们扰乱人的情绪哎，他味觉错乱，神经也错乱。你们喝主是谁啊？我啊，手啊，是我。好，来来，不好喝，真的不好喝，不好喝，不好喝，你回去忙呗啊，回去想一下策略。那接下来这个是柴鱼汤跟昆布的酱汁，一级棒大师。没有，我没有加热，我是冷的下去泡的。这个可以冷泡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酒进来，你冷泡得泡多久才有味道啊？太容易出味道。其实一般来说，昆布的话，大概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高汤，泡大概三个钟头。哦，这么久？对，那在餐厅里面比较简单，就是你明天熬高汤，你尽量把昆布放在水里面盖起来你就走。哦。隔天来就可以煮滚了就好了，不要让它熊熊这样。酱油吗？酱油对。然后味淋。刚刚我们试吃的那个就是用这个调出来的，对，还蛮清甜的，对，我以为会很咸，就没有，会，不会啊，不会，所以是不咸的，对不对？不咸的，而且甜甜的，它有带甜，就像一般温泉蛋，一般温泉蛋的口感跟味道，而且把它煮熟了之后，待会我会把它拿出来之后，把萝卜泥放进去，那现在鸡肉在里面蒸，鸡腿已经烤好了，待会再回去回热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组装起来。阿基师，我试试。这一次换我们来，这边请阿基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阿基师，三角洲，强棍强棍，哇，哇，香哦，好补的汤哦，这一定要喝，这个冬天来一碗，整个人这真的是心里头，在电锅里待三个小时的，对对，它带一点红的耶，粉红的肉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好棒哦。有点感人呢，这什么？这是海参啊！哎呦，哇，嫩 Q 嫩 Q 的，你看，这叫试吃啊！好弹牙！哇，这一碗下去不得了哎！哇，那个胶质很可怕，完全就补到了，好香啊！老天鹅，来，换你跟谢姐一赛，上，加油！来，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夹石头棒，很花俏，耶！你大概在帅什么东西？对呀，我也不懂。他在帅什么？不是帅什么？很容易被猜到。看不到我们的手藏在哪里呀？我觉得这个可以，这一定可以。这个一定可以。玉米留给你。那就先夹了，随便夹都有。下去。有吧？夹都有。可是这个会不会被我？哦哦哦！哎呀，那个帽子，警察点出来。一篮菜，随便夹都应该是这一次或者这一次都可以。鸡屁股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哇，右边点右边，哎，好，好。我觉得这一定夹得起来，一定没问题。卡住了吧？啊！哎呀！转出来差一点点呢，换我们的。太远了。
借过一下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老板。这个借过有一点。这个鸡，这个鸡好夹啦。这个鸡。南瓜啦，南瓜啦。反正旁边有南瓜，没关系，你过来一点，过来。完了。哦，有了吧？啊，小心点。鸡屁股，鸡屁股，鸡屁股，对着我，对着我。是晃到，是不是我们要？是不是它太重了？它晃的好厉害。它晃太厉害。屁股太重。对，不能再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再过来。对对对，这样不能再过来。这样吗？这样这样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所有时间，为什么还要去移他呢？我们赢了，没了，我们赢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来试吃吧。Yes， 我们来补一下。哟呼！来来来，那个太好夹了，那个。这个啦，那个太好夹。送分题，这个最轻，什么水果篮啊，面积又大。而且又啊，没吃到这个会恨死。没关系，你们也可以喝鸡汤啊。啊，对，你们有鸡精啊，鸡精，你们有鸡精，我们喝鸡汤。哇，这个汤，阿基精你好棒哦。对，这过来了。哇，好好喝哦。它的乌参都变口感了。它的乌参好 Q 哦。我觉得我这个冬天可以好好过了。你干嘛？好棒哦。其实你那个真的好好吃呀。不是很软，放在嘴巴，滑到喉咙。我觉得好棒哦！哎，这鸡精喝也会饱。这个喝下去真的身体好暖哦，而且这乌骨鸡吃下去真的是入口即化，很绵密耶。泡姜汤了，哪那么快啊？很暖喉咙啊，真的很暖，真的很暖，而且心都暖了起来，真的真的。我刚刚整个心凉了半截，我怎么会跟一个哎？第一关还是我自律神经失调的那个啊？什么你夹的？嗯，我们要合作吧？哎，我们还没有输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肉好嫩哦，三个鼻而已，不要急。这果然是就是以前只有皇帝能吃的耶。哎，这边的二厨收盘子，救救老残穷啊！后来我现在就，哦，您蒸好了？还没，才放下去一分钟而已。给我三分。它这里面有什么水，或者是它泡在它是什么？就是黑松露啊，一点米酒，然后放一点点的盐巴。芝麻还没下，都拌在里头了。对，那我等一下起来就把那个肉铺成在这个汤上面。你看上面已经结成一层胶质了。哟，就该就该就该。那等一下组装了。对，就等就等鸡肉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那我们看詹姆斯坐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好，来我们这儿起来，好。詹姆斯，来，现在酱汁已经好了，我们把酱汁先倒出来。嗯，哇，然后这是萝卜泥，萝卜泥，这么多萝卜泥。哎呀，怎么？到底是机器的问题还是队友的问题？我来把鸡肉拿出来。鸡腿是什么温度烤的？220。上下烤多久啊？上下火大概烤了有12分钟，有十分钟。中间我有把它拿出来，有十分钟。这些盐都还在呢。对啊，胡椒也是。哦，但是鸡汁已经出来一些了。让我来帮您画，刚刚没画到啊。我觉得刚喝完那一碗，我整个人生已满足。真的，我现在好热，好幸福，好暖哦。帮我补身体，我好感动。我想哭，真的，因为我劳累好久，没有补身体。想怀孕吗？啊？你这么说是要帮我介绍吗？不好说。这个切的声音好酥脆啊！外表酥香脆，里头直开胃。嗯，换一句吧。这句话十年来没变过，那我们要换个词，换个形容。哇，里面酥香脆，外面汁开味，不是一样？那不见鬼，哪里一样？里面怎么可能酥香脆？见鬼了，这是鸡肉丸子啊。嗯，它其实有点灰灰的，它其实弹性还不错。它为什么灰灰的？真的，因为那个啊。对啊，弹性还不错，这是乌骨鸡啊，乌骨鸡的肉。你要看它多弹，要丢几下大概？好像那个撒尿牛丸，好弹哦它。蛋，哇，呜呼，这样淋下去。这个酱汁涵盖在里面，嗯，哎，这酱汁刚好是哪一些东西加在里面？酱油味淋清酒，嗯，然后还有昆布的那个汤，哦，昆布柴鱼高汤，然后再加上萝卜泥，是吧？对，那这样子放上去啊，刚刚好哎，刚好哇，那个流下来好骨溜哦，鸡不熟，嗯，这里面有牛蒡丝跟马铃薯丝，嗯。牛蒡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刚刚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把它放进去。
节目一开始我们有看到牛蒡丝吗？本来就有，只是一直拖到后面。本来想让你试，试牛蒡丝，我觉得好像有点残忍，就没有了。哇，阿基师刚刚那试吃可精彩了。不会啊，你那一杯也不错啊。也蛮补的，也是鸡精嘛。对，是鸡精，而且喝了两杯够补了。哇，好美哦。好，我的部分完成了。乌鸡三位的完成。乌鸡三位。请问几位？乌鸡三位。啊，这个是。他没默契啊！我真的有默契。好，来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好丰富啊！哦。好，那现在把这个肉放到这上面来。那你吃这个肉，等一下你不会感觉说它会很柴或者很硬。我把它的汤底呢保存得很好。这个汤已经厉害。哇。好。啊，这小的仙草。对。哦，仙草。小的仙草，哎呦。我期待这个味道。仙草进去会什么味道？对啊。仙草本身只有香气，对不对？它没有什么厚重的味道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有一点苦的味道。但是你不能下多，因为鸡汤是甜的。我有吃过仙草鸡，仙草鸡。OK， 它的甜度跳上来了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好了耶。嗯，好了，谢谢。要补我也完成了，这一锅好棒啊！我们今天的十全乌骨鸡变成两种做法，哇哦，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。来，就位，剪刀石头布两把。哇，你是他的克星哦。太强了！终于遇到对手了吧？我先把它处理掉。不好夹，他是老板，他卡到这个入口处哎，那个运。那你夹兔兔啊？再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哎，好好好，你说的。对对对，我说的，我说的。我讲的，我讲的啦。真的很顺，看到没？还说这个不是他。准的，我看人很准，我看手机很准。机会夹的一次中两个，还有狗骨头哎，假的啊，假假真的假的，对啊，假的。这不是你建议的，什么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自己讲的，自己否定。我想说推给别人嘛，好像不容易，就这样子了啦。完了，卡到，怎么可能？有一个，至少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先是像屁股在外面，哎，这出去怎么办啊？像屁股在外面，是这样的。怎么可能会夹那个？有机会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。还夹这只兔头，兔头都被压住了。他被压住哎。我们试一下，大象，大象，看你喽。因为时间就是快，已经开始。紧绷啊嘞。没有啊，夹不到吧？夹不到啦。哦，五啊了，五啊了，太丑了！哇，有这种幸运了，有这种幸运了，有这种，啊，我出乎他了，鸡的，鸡的，鸡呀，鸡呀，鸡呀，拼个鸡呀，酱油吗？有，随便的，随便的，酱油了，有了吧？闪掉，有吧？耶，是呀，耶。你等下看兔子啊，兔子可以哦，真的吗？夹走了，就过来，然后这两只有没有从这边下去，这只正好够到这边，一翻就过去了。对啊，我是。哎呦，不行也翻进去。满嘴，满嘴跑马。那个洞真的，这样不是进得去吗？真的。会有点卡住，这个会卡到吗？这样，翻。没骗你吧？没有人相信我，夹娃娃是高手，傻乎乎人嘞，弹无虚发哎，我每一次都有夹到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你们夹这个被玉米挡住了，所以我觉得真很难。鸡的卡不到，鸡不行啊，不行啊。那夹玉米，夹玉米，夹玉米，角度要对哦。我们对一下，对吗？我觉得好像可以，好下。哎呀，怎么转嘞？翻怎么转？翻。我等我们赢定了说，哎，三只哎，哎，你是顾问哎，小娃厉害好不好？扣几个嘴呢？活到现在还扣几个嘴？这个会卡在这边，对啊，但是这边过不了啊，只剩下这只茄子而已啊，过不了，过不了，不可能，那就试试看那个过不了，不要卡过你，再过你只剩下茄子了，但茄子夹不到了，礼物呢？礼物有机会，快，时间快到了，夹南瓜，夹南瓜，时间没有时间啊。没有晃得好厉害啊，这夹不起来。
晃得很厉害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我们要夹什么啊？因为现在都吧，夹夹看吗？南瓜啦，礼物，礼物啦，南瓜不会中啦。南瓜陷得太下面了，你那个爪子没有地方可以缠起来。礼物你要记住左边那个哦，不要弄到那个。太难了，真的好会讲。它会卡住。右边一点点，啊，再右边一点点。来来来来，好险哦！甩出去了，现在好像还好，礼物啦，现在亮亮亮，甩哪边？甩哪边？礼物正上方下去好，正中啊，正中间啊，它现在很好夹，这样好夹啦，再往那边去一点，那边这边点，这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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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了，哦，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，耶！好可惜哟，在这边。谢谢。还有鸡肉，就只有盐跟胡椒，对不对？你有加别的吗？没有，盐跟胡椒就好。哇，你这个肉里面都是汁哎！哇，好好吃哦，这鸡肉好好吃哦。嗯，好好好嫩哦。哇，这鸡丸子也好。像你们刚才那个什么骨汤很补，对不对？它有点像那个卡兹洞的味道。嗯，猪排盖饭的味道。这个丸子我很好奇。吃起来很 Q 吗？因为它好弹哦。没有，它是扎实，它不会 Q。好扎，我们有放别的。好实啊，对，它就是鸡胸跟鸡皮在里面。好密，好绵密，那个。所以蛋才要那个鸡肉才要沾着蛋吃比较滑。对，小医师怎么说？这个鸡肉丸真的是很巧嘞，混的这个温泉蛋的蛋黄液之后，让它加了更多的分数在里边，浓浓的、很浓郁的一个乌骨鸡的鲜味就这样子扑鼻而来。那么一点都不柴啊，一点都不柴。这个萝卜泥还有这个牛蒡丝哈，最好吃哦。马铃薯跟那个牛蒡丝跟鸡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它味道就是吸得很饱。嗯嗯，很合哈，对呀，很合。你可以拍手吧。啊，谢谢詹姆斯。好好吃哦。来，我们要吃下一道。好，天下无柴一样补，来拿钱。而且我们现在都各两分哎。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！拔头头筹，先拔头筹，用两只夹屁股，然后甩过来这样。哟，哪那么容易？我这边是 OK 的，可以吗？对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抽到了耶！放耶！好轻松哦。好强，真的好强，真的好强哦！那个夹屁股的感觉。我觉得先拼龙虾，因为这附近太多障碍物。不让你夹大象，那你夹大象。好，大象没机会了。对不起，大象怎么没机会？大象没机会。达人，夹了。对，马龙虾了，再过去也可以合适吗？可以。啊，完了，甩掉。有。甩掉。哎，我们稳住，我们要稳住。为什么会掉？如果夹它的话，有机会。太多了，过去一点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打到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真的是打完了，转了，卡不掉，卡掉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，两只了，刷，来，夹大象了啦，对，大象，好玩啊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快点，3秒，好，有点重，啊，大象，好，啊，连长在败北，对啊，我们赢了，你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对啊，我失败一次了，最后一把。好精彩哦，对不对？对对不对？对。有了有了，夹到头了，有了，对，夹到头。完崩完崩，3-0完崩。我们这样子真赢得名副其实哎，真的，我们一点都不侥幸哦，一点都不侥幸，关键是功力。开心，真的哦，我们要进步了。小小心灵得到慰藉。好久没坐月子了，走。哎，哎哇，这个味道，这个汤。哦，好嫩哦！我觉得会做噩梦。鸡胸肉真的是不会咬，没有这么嫩过。这汤真好，难怪你们刚刚叫了半天。对呀，是不是会暖？这个汤太精彩了。嗯，詹姆斯怎么说？那这道汤的味道很足，味道真的很足。然后肉是这样又嫩，就是而且乌骨鸡难度其实非常高，因为它为什么不饱脂肪税比较多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少，所以相对的它的肉就容易柴。所以只要没有烹调好的话，乌骨鸡很难吃。哦，但它可以嫩到这种，你眼睛闭起来，我拿乌骨鸡肉给你吃，你不会认为是乌骨鸡，你可能认为说是像烹阿鸡啦，那种有弹性又有水分，嗯，很厉害。你看，哇，好精彩！今天你们也吃了两道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没白来，对，只比我们多喝一杯鸡精而已，对，是吧？是，只是后面我们多做这一桌奖，哇，好好。
高潮迭起。今天我们年过半百组跟妙龄女子组，你知道？姜还是老的辣。我差点跟你讲一样的话。我那个叫，我姜叫假姜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是吧？家有二老，如有二宝啊！哎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家有二老，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观赏啊，非常的精彩，再次谢谢主持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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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还是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所有相信并且崇拜巫蛊姬的朋友，从今天开始找到自己的型。真的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青春少男少女来大战不老传说了，夏荷西与徐伟莹想挑战老江湖，却灾难不断，超崩溃。超快速合作赛，这奖品就是你们的筹码哦。你们只要用奖品换球球，要不要球球？这道你们不会做的。球球球球球球球，小波蛋蛋，交。然后这个不要丢，这个放进来，这个丢进来。腌的时候呢，用蛋白、太白粉，这个加这个加糖。我忘光了。你刚刚姜片都已经被丢下去，你要切姜丝干嘛？我在切辣椒。放轻松，冷静。你没有开火在哪？要不要求救？先求救，我们选陈哥，陈哥只要用锅盖 ，CP 值很高，划算。有没有加点盐？胡椒，然后有没有？胡椒，快点！胡哪里什么？盐三十，快点下，快下下。太高了，求你了！哎呦喂啊！接下来十分钟接力赛都是做四分钟的，有两个一分钟求救。你还有什么东西？你有东西没加？对。你要不要等一下？还有一分钟可以救。不要慌，不要慌。要不要求救？好好好。加第十，这个就直接下了，没时间了。那个洋葱，下下下。成败就在最后一分钟，不要给我压力啊！成败就在这里喽。真的，成败就在这边。究竟青春组与不老传说鹿死谁手雷？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